这个女孩原本与母亲过着美好的生活。后来，母亲过世，父亲酗酒。他被迫靠捡破烂为生。我怎么那么可怜，在这里捡垃圾？受尽谩骂与折磨。妈，你看人家捡垃圾，你以后不好好读书，就是像这样捡垃圾。好。那有人捡垃圾。小女孩只能默默地承受一切。但有一天，到底是什么事让女孩如此惊讶？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温暖。原来是秀秀牌电暖炉，在寒冬中盖给了小女孩温暖。小女孩从今以后再也不悲伤。在寒风里捡垃圾，孤单寂寞觉得冷吗？秀秀牌电暖炉给您最需要的温暖，请尽速拨打以下电话：0932517250，这是秀秀的私人电话。全部都满是雷秀秀，哇！我怎么